雷兹有套路，果然不选塞拉斯的目的是因为有雷兹来打你塞拉斯。看看硬币的选择，如果要把小虎往死里打就是征服者，如果还是要寻求一个常规万金油瑞斯还是换技能。比哈特第一个 Q 失误，夏姆嘎拉直接被打出进化，交闪，你有闪，难道我不会吧，赖特清神啊，还是要死，一换一很赚啊，自己拿400块，嘎拉只吃一点点。 LPL 的冒泡赛每一场都这么顶级，上路过来要被住了呀，比哈特死透了，比哈特没了，比哈特有闪，这能跑吗？不会吧，跑不掉的，必死无疑，离家太远，偷一个猴子的大，偷一个洛的大都是非常不错的呀。上路这边想住阿乐，但是阿乐有闪怎么死啊，有意有闪，直接交闪掰走，要硬死，硬死死了，他站过来没有六级有点可惜，队友过来靠过来也没用，这都能杀，有上路没 W 要被住，怎么说，交闪，交闪没用，只能等死，比哈特惨到流龙息，先锋一撞塔直接没，他在怎么说，直接给不给，比哈特太难玩了呀。正面开起来，嘎啦，小明直接被秒，感谢骑士烤肉最好吃，好想吃，不过骑士在哪里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我们是 Never Give Up。 永不言弃，正面小虎直接死，不过 RNG 已经玩得非常好了，为什么，他们没有让李林记扩大优势，而李林记也有条不紊，我们就慢慢玩，我们反了优势，我总会让你有机会出来送一波的，我有瑞兹，我到时候趁你抓一波不注意，我开个车把大龙偷了，对吧，慢慢玩，我李林记，我也不急，急的是你，你劣势又不是我劣势，正面怎么说，打弹起来，如到底吗，要雷子看到猴子不在，排名亲嘴巴，亲死一个，猴子说我在靠，嘎啦说我在如，露露说我下不来，都有位移，除了大根，猴子过来如剑姬 W 开得不错，剑姬是有 Q 的， Q 上来他在没血了，一个一扯过来扯的假猴子的呢，猴子开大赶紧溜溜球，旁边比哈特给压力，正面小威怎么说，打比哈特要拯救吗，拯救，窒息说话，老子还在呼吸，现在没什么好解说的了，就是日，谁赢谁就走，谁输谁就滚，硬币的盾被破，永霜永一永，慢慢打伤害，慢慢拉扯，要拼惩戒吗，血了下来有点低，拼惩戒啦，抢到了，呼吸修好了，全世界的摄像头，摄像头坏了，别乱找人，来找 RNG 呼吸，
摄像头全部修好了。李林基的摄像头直接被打坏，破三路了吗？他暂时掰一个闪保命，破三路，大龙家老家叫龙魂双龙会，就在你基地脸上拉稀。大招过来，这边没货，大战这边秒，奈特，诺踩的不错，他自己要死，诺没死，绿毛活下来了，比哈特，比哈特还好掰回来，双方打了个平手，不过有兵线可以打，难道跟上把一样，十个人谁都不死，基地爆炸，轮子马还在输出。嘎啦兹 A 基地，嘎啦兹 A 基地，嘎啦。真闷呐、啊，真闷呐、啊！感谢九三的魔法书，感谢老板比哈特，摄像头之神。给场馆省了太多钱了。